迎大家，我们现在人在越南的河内、yes. 然后我们刚刚才抵达市区里面而已，就看到那个火车街。刚刚到的时候就到这个很有意思的地方，然后我们的饭店就在这里，一分钟，等一下会让你们看一下我们的饭店长什么样子，而且很便宜。哇，我们饭店到了，楼下超热闹的。嗨大家，我们已经到饭店的房间了，然后这个饭店真的很便宜，可是好像它的地址非常好，可能20欧。你说一个晚上吗？ Yeah, 对对对，就是不到台币1000块一间房间，可能700块给两个人住哦。然后真的不错。那我们现在看房间。好，床，然后蛮大的床，有电视。OK， 厕所。它有干湿分离，而且它厕所还算蛮大的，然后洗手台，而且也有备品，还有那个。他们用的家具蛮有设计感的，不错了。这边是开放式的衣柜，一个阳台。哇，我们有一个超级大的阳台！天哪，我觉得这个价钱真的是 CP 值太高了吧？可是直接可以看到对面餐厅的人，有餐厅，然后这里有那个可以吃东西的一个街。对，我们楼下整条都是餐厅。外面有一堆人在啃瓜子。嗨大家，我们现在找到我们在河内的第一餐，我们在路边摊吃河粉，然后这一碗超便宜耶，这一碗才大概60块台币。对，一上桌就给我们油条，不知道这要不要钱，但应该很便宜啦。对。Oh my god, nice， 太好喝了。很适合，很适合，很配吗？那你有吃过油条加豆浆吗？那下次我带你试试看、嗯、也是要沾那个豆浆。哇、wow, it's great， 它是好吃的河粉，那在台湾其实也是可以吃到类似的味道，但是这边的气氛真的很特别，因为你是可以坐在路边的小板凳吃，然后旁边后面就是火车街了，超酷的。可是他们这边的酱料啊还有那个柠檬都是暴露在外面，所以我觉得比较没有那么卫生。嗨大家，我们吃完了，然后我吃到后面觉得其实它真的还蛮好吃的，它的那个汤头比较重一点、啊、你也发现吗？对，第一口我觉得还好，但是越吃越好吃，然后肉味道也跟台湾的不太一样。嗨大家早安，其实也不早了，现在已经是越南时间11:30，我们现在要去找早餐吃越南面包，然后我老公找到一间就是走路3分钟就到的。刚点好了，然后我老公点什么？他介绍的拌米，有肉有鸡丝。我要吃面包，然后跟这个这里是我的天堂，面包天堂。我点最贵的，那最贵的也才大概台币60吧，就是牛肉口味。我刚刚看到隔壁有人脱鞋子，想说他要干嘛，结果有人就把他鞋子拿走，跑去对面帮他清鞋子，太酷了。我现在要去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要去洗头发。完成了、啊、真的很好玩，太超值的，所以你们来越南真的就是要体验他们的越式洗头。那我们现在要去领门票，因为我们晚上要去看水上木偶剧。
我拿好票了，票在那个旅行社拿，但是看秀的地方其实不一样，大概还要走5到7分钟，你要提早好像15分钟到那边吧。我们现在还时间很早，所以想说先去吃个东西，去喝个咖啡。哇，他们什么事都可以在路边做，哎，太酷了！前面有人在修指甲。我现在找到那个半咖啡的创始店，我们现在要上去喝看看，希望还。在越南的淡咖啡，这超特别的，因为它很稠，所以就是你要直接用吃的。嗯 ，creamy， oh it's great。有人说很像蛋挞的味道，我觉得蛮像的，有一点点。可是我觉得它咖啡味没有很浓，哎。对。其实我真的了解为什么这个很有名，因为非常特别，然后好喝。哦，咖啡在下面，在下面。对，所以你可以。哦，对，咖啡在下面。现在有那个咖啡是。难怪我刚刚觉得没有什么咖啡的味道。对对对对 对, 对，现在才对。嗯嗯，好喝哎，我可以喝两杯。嗯，我可以每天喝。现在很浓，很浓。来，比较好，你喝这个。我以为这个就是咖啡，然后放一个蛋，然后我觉得 OK， 我不太想喝，可是这样当然不一样，跟那个奶油一样。哇，对对，但这个很浓，就是说太浓了。对，我来说刚刚好。呀，大嘴。而且这一杯很便宜。也没有到很便宜，但是就是价格还不错，是35000越南盾，所以大概是台币40块左右吧，就跟我们喝在台湾喝一杯珍珠奶茶的价钱差不多。对对对，嗯。我们现在要走去剧院的途中，然后误打误撞已经来到环剑湖这边了，气氛超好的，而且今天周末很热闹，到处都有这种三轮车在招客人。而且他们都超级亲切的。这就是我们晚上要看秀的地方，在环剑湖的对面而已。哇，这里很大哎！如果你要进去那个环剑湖的那个桥的话，进去是要门票的。前面这边可以买票，成人30000块，学生的话是15000，所以真的很便宜，还是很便宜。哇，晚上超多人的哎，你们看。前面那边有那开演的时间，然后你可以在现场买票，也可以在网络上买票。好像只有外国人来这里看这个。哇，好大哦！我们已经看完那个秀了，然后我老公中途几次睡着，你觉得很无聊吗？没有，是有一点累，一直走路。我觉得还蛮值得来看，因为它票很便宜。现场都是西方人，大部分都是西方人，而且特别多法国人。你看他们的文化真的很有意思。听说这个文化已经1000多年了，可以支持他们，因为我觉得是传承那个文化。我觉得越南真的是越夜越美丽。
you think better, no ice, right? A bit. Because I think it's different. Ah, so. But the fruit won't hurt your stomach. A bit. Yeah. Perfectly fine. Thank you.我们在路上找到我老公最爱的越南甜点，真的，这个我们去越南餐厅都会点。我们刚刚买这一杯35,000越南盾。Yes。是你要的吗？对，我想要。我下次看看。很像那个新米露的感觉，但里面有水果。然后最上面它好像有放那个奶酪吧 ？Yeah, some yogurt or something. yogurt 还是奶酪？哇，很好吃，而且超便宜。可以，我们再吃一个。好吃哦。哇，天哪，他们晚上真的很热闹哎！我觉得比我们台湾夜市还要再更热闹。真的，然后比较大。我们现在好像已经进入啤酒街了。我们在路边随便找了一间店坐下来，然后他们的饮料都超便宜耶。好，警察来了，他们刚刚在这边摆的桌子马上就收起来了，好像是不允许。发现了一个夜市，我老公一直在想说要不要买这个的包包，可是我一直跟他讲说我觉得应该是假的。然后这边路边摊也卖很多仿冒品，我老公说材质真的摸起来不错，但我还是不太安心。我们已经回到我们的饭店了，玩得太开心了。对，真的，这里真的很推荐，可以来加推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玩到这边，明天我们一早要去下龙湾，我订了一个一日游的行程，所以下龙湾应该会另外拍一集影片。那我们等一下就准备要去睡觉了，拜拜。